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瞬间看读赢环节。今晚跟大家讲下有些什么马是曾经赢过这个路程或者赢过这个赛事的，都会将它摆入去。而太多同场赢过的马或者太少，好像昨晚那阵那样，只有两只赢过同场的还不包，难道一 Q 翻咩？肯定不会啦。这些场次会揀给大家听，通常都会在 3D 场次里面。未讲之前大家可以下载这个坚仔赛马 APP， 以及订阅这个世荣香港人赛马频道。即刻带大家看看今次有些什么马可以跟大家讲。哇，搞到这个绿幕少了，透透地明天。好彩唔系女仔啫，咁啊唔怕。好啦，咁啊讲紧五场嘅二班千百米啦。啊，二班千百米咧赢过嗰啲，我哋都俾个黄心佢啦。九宝咧其实好准啊，出两次都冇甩个三甲噶。咁啊，所以都俾个黄心佢。幸福老窝咧都叫做赢过三次1650，咁唔知点解告东嚟嘅摆入跑千八，唔通觉得千八好啲啊？俾个红心佢啦。怕唔探哥处女马嚟嘅，不过实热噶呢啲啊，田太安得唔得噶？起进区咧啊，货真价实啊，跑过呢个泥地啊，跑过呢个谷草千八一次就入 Q 啦。咁所以咧增程都啱嘅吓，不过1650的确赢过三次，俾个红心佢啦。一定美丽咧就都赢过嘅，不过沙田千六喎，啊过嚟谷草都未赢过，得唔得噶？超級軍團咧又係雷聲大啦，睇下係咪雨點少先。路路醒咧醒啊，千八米喺沙田都贏到啦。過嚟谷草睇下合唔合到弱手啦，俾個紅心佢咯。去到八號馬啦，保羅成全犀利噶沙田啦。不過咧谷草唔知喎，泥地千八都得嘅，照計谷草睇下可唔可以制霸曬所有啦。咁啊繼續俾個紅心佢啦。去到最尾嗰只歡欣福星啦，唉，大家老朋友啦。不過唔知點解咧，呂健偉咧三班1650走去報千八啊，二班咁可能冇賽程啦，照俾個紅心佢啦嚇，因為贏千四又贏一千又贏1650，千八我唔係好肯定佢到喎啊，咁所以咧同場大家望到上面啦，根本咧嚇咁多隻馬跑過咧，得一隻九寶係贏過千八呢個路程嘅啫啊，咁你話處女馬咧都有兩匹嘅嚇，咁叫未贏過咁啊，可以睇少啲，但一膽咧。起碼你可以拖下後面，如果選擇不到，覺得會爆冷的，不妨拿九寶來做膽，拖回後面這六隻實有冷門的，九寶本身都不是熱門來的嘛，這些情況就可以選擇一下搏一下爆咯，尤其是九寶跑錯，其他實看到的那六隻。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大家收看，我們明天再見，拜拜。